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的疫情呢，日本职业足球联盟也宣布，各级别联赛和联赛杯的比赛呢将全部推迟。那根据我们收到最新的消息呢，日本相扑协会呢竟也宣布，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呢，下周末开始的日本春季大相扑比赛呢将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举行。那这也是继上周的职业棒球和赛马比赛后呢第三项闭门举行的日本体育赛事。